根据实验结果，镁、锌和铜的燃烧难易程度为何？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，燃烧难易程度为镁带大于锌粉，大于铜粉。比较镁、锌和铜受热后的变化有何不同？镁带与锌粉受热后会起火燃烧，铜粉受热后不会起火燃烧，仅表面变成黑色。比较镁、锌和铜燃烧生成物水溶液的酸碱性有何不同？镁的燃烧生成物略溶于水，使水溶液呈碱性。锌的燃烧生成物微溶于水，使水溶液呈微碱性。铜不易燃烧，加热后表面生成一层黑色物质。这些黑色物质不溶于水，所以水溶液呈中性。